古巨基呢日出席新碟发布会，提到最近又有传古太有起，虽然基仔冇正面回应系咪就嚟做爸爸，但系就自爆最近俾古太严格控制饮食。古太最近俾我食好多嘢，因为我最近工作都比较多，咁有好多需要宣传啦，出嚟做唱片宣传或者系音乐会啊，下个礼拜。然後後面就有演唱會咁，佢不嬲都唔俾我食嘢噶啦。除咗飲食要注意，聽講連買嘢都要先過古太過關啊！我平時買嘢係，其實我幾尊重古太嘅，都時常要遞曬表咁樣申請佢先批咁樣咯。但係佢都係為我好嘅，我而家唔係要數，係我哋相處嘅相處。嘅好特別嘅方式嚟嘅。